Super Idol 超强。觉得建制作单位真的想把我们全部杀掉，我那个腿现在还有点软，我先去休息一下，太可怕了。有鸭吗？快要尿出来！超五最惨烈的一夜即将展开。再次，国伦老师。OK， 今天的分数累积上个星期加起来的总分，分数最低的人将正式成我们超五的第八名。大家加油！我们今天的 MVP 可以得到纱装等值100,000元的商品，大家全力来争取，加油！耶！而且我们游戏是要搞好久不见，这是超三冠军。终于发片了，欢迎朱丽静，性感女神 Miu， 终于推出来了。对，这次这个新的单曲呢，非常特别。它去年度我们邀到了那个 Beyonce 制作团队。这个曲，当然制作人也是非常有名、很厉害 ，Sandy Chan。珊妮老师哦，珊妮老师哈，人家有英文名字，我以为是什么新加坡或者是那个华侨。3月12号，礼拜六在华山 Legacy 玩。票入场就可以得到这首单曲 CD， 而且是只送不卖，之后也不会发送啊。对，来听你的演唱会，直接送一批单曲耶。新的恋情会不会出现奇迹？我说努力的时机很快。You take a chance， 命运随你变换，每一天都难过的清醒有乐趣。每晚都要学习穿的有气力，保持微笑忠于自我，什么都别错过，生活全部我。可不可能我想的太多？爱着你，要自己。
学们都起立那个跳舞了，对不对？好不好听？谢谢。我跟你讲，我一跳舞一唱的时候，评审都笑了，都好开心哦。而且我还看到志玲老师难得的撅嘴在点头。是不是？谢谢老师。他节奏很好哦，这个。Groovy baby。Groovy baby。哎呦，不要掌声鼓励，再多的谢谢朱丽金。谢谢。还有3月6号的时候会有一个签票会，所以接下来的所有一切可以 follow 在网络上 Facebook 或是无名。3月6号有签票会，3月12、12号有演唱会，对，好不好？欢迎大家来，谢谢。加油，宠爱之名，谢谢朱丽金，谢谢，加油，宝贝。又创造一位巨星出来了，但是我们先讲哦，今天来人都很强，我们第一位要先来 PK 的高手。